印度那边有很有名的是那个恒河，什么东西都丢里面。印到这边的时候，把我的头压进去，我直接喝那边的水，脖子咔啦一声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有没有人在玩游乐设施死掉？他不理我，他就说你跑起来，然后我就沿路走。这个东西是台湾买不到的，里面是他们的原型。对啊，我的妈呀，涂面涂面就不舒服了。周一到周三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在30频道，辣个女生。